好了啊，看一下小鸭跟和池这场主力抢食。下一场打包王三问啊，刚刚他是10-3赢的谁来着啊？赢的何军。得让这个滚动条滚起来了。你有发现没有？他们都不用这个红的八神了。你们说红的这八神鬼步连不上。贪了，想直接带走，见到一个，先来看一下猪跟鹤。哎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出个顶门一震，是要布阵吗？骗一颗气，还想骗一颗？陶小鸭给不给机会啊？这边大猪剩一口血，见到大门，看一下河池的大门，没有气，看看头盔，锃亮。两脚半，哎呀，还有一下，但是他也锤了三锤啊，这大猪赚了，是吧？锤了三下，大门回不满，这样大门内战的优势就很大了，他有三颗气。何池送货上门啊，非常的精准，带导航过去的啊。骗到了一个啊，先来天地粉震一下，被破掉。好想想直接去抓啊，对吧？这波拼拳脚，何池占了一波优势，跳蓝之山这边啊，出个脚，何池跳了一个蓝之山，翻盘，哼，梦开啊。好了啊，看一下这局，上局小鸭大猪打得不错啊，是吧？何池大门打得不错。这局八神，其实以前他们两个打是看八神的，还有大门，中间角色都比较卡了。防的不错呀，30多秒过去了啊，这是第一套连段，一套小葵花，但是再进角落，第一时间能量闪掏出来吗？打一套。三个龙，Round two, ready, go！ 看一下这边啊，猪跟八神，只剩直接葵花，拉开一点，离太近很危险，坐上了。问一下下地不地，看一下这局，大猪上来先哐哐摇摇乐啊，有本事你再来一个。哎，算你有本事，但这大猪离这么近不危险吗？他闪你怎么办，是吧？你看他闪你怎么办啊？
看一下这局啊，大门紫裤子跟黄裤子一个跟反，延迟一下小跳送货上门揽这山。哎，陶小鸭想还一个啊，结果没有抢到，随缘针哆嗦针被反震了。陶小鸭这真省啊，三颗气全存上了。好想要八神首胜，延迟抓也不吃啊，慢血抓上必杀吧，这都不上必杀，留着气留那么多干什么？这回高低得上，直接必杀带走。看一下这边大门啊，还想反三不成，下死手了。想穿三，最后一段葵花慢点来个坡，再来一个。陶小鸭这边八神两连杀，看一下这局千鹤能不能顶住啊，能不能顶住这八神。三颗气的大门啊，我刚居然把这麦克风关掉了，我说说了半天话。哎呀哎呀哎呀呀，就剩了一口血了啊，刚一下骗 CD 之后啊，反刚然后拦着山，这把资源全用光了呀，倾家荡产，倾家荡产要见一眼大门，有机会啊，见不着了，同归于尽。
看一下何池这波压制啊！哎呀哎呀，这怎么出跑这边来了？直接大头发往前推，他这 C 怎么感觉出的好晚似的啊？现在两个人打平，这是打火机没气了，忘了。看一下桃小鸭大猪啊，我感觉桃小鸭大猪打何时发神还是挺费劲的。开局啊，表演一下坐波八智女。换个血。不地。刚掉。还行。剑眼这个千鹤。转球没出来，哎，这边是可以打千鹤对空的，这手速不够啊，下地挥空抡球没出来。看一下这边黑大门，黑大门打没有气的千鹤，哎，就 AB 不怕吃不正是吧？但千鹤攒气是真劲快啊。两颗气要到手了，闪了没有打到，大门没了，没血了，3-2，他们两个打其实还是挺精彩的。刚死地啊，直接推。桃小鸭倒是刚啊，桃小鸭八神是不省气的。哎呀我操！葵花串招了呗，对吧？发波串八九杯啊。葵花串这个八智女，桃小鸭这边还是得看这手大猪，看这手大猪，他之前有一段时间连杀何时好几场，8连、9连、7连的，这手大猪功不可没。那目前看来，这场比赛这手大猪啊，卡了了。看一下这局的大门，抢空追跳抓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，全是才艺啊，没跑起来。不过这局有气啊，倒地进角落，刚个豆的，刚一下，看这波起身，秒掉了，八个针带走。这局何池有三颗气啊，桃小鸭一颗气，将近两颗。抢空继续追，哎，这个距离好极限，对吧？何时肯定还得多缩阵啊，这么着被反阵，彩头蓝，何时被关进角落啊？看看这波，有机会，只有一个机会啊，一脚。何时现在4-2领先啊，看看这局。攻防啊，葵花很同步。趁闪出来了，再是小葵花打乱动。
好险啊，这刚 CD 刚的不准，这个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，所以他刚的很少啊。连续小跳追到，八级你再走。八神没气，千鹤也没气啊！看看这一波谁先倒地，不够距离啊！起身直接大升龙 ，AB 抓拆个头，再上升。何池这个千鹤起身是真敢升龙，不怕死，知道吧？哎，就抢好使，不是你带走了。看看大猪，他这大猪一到板边，就拉胯了，知道吗？来了来了，进墙角，没有确认布阵，走过去一个 C 头，堵到了一个后前 A， 这拳脚得准啊！他又不戴头盔，你怕什么？连续掏好布阵。看一下这边啊，大门跟残血的鹤啊，行吧，还是得看大门啊，还是得看大门。何时今晚这场比赛啊，目前大门的这个胜率非常的高，输过没有？好像没输过啊。大门打大门，就一手跳抓蓝之山啊，逃血压无限吃，哎，无限吃。何池进角落啊，先刚一颗压角落，攻防蓝之山没有高点踩投篮，这局何池又被摔进角落，而且一脚的血量啊，有机会。没了。看看大猪啊，能不能顶住八神？感觉够呛，进角落了。闪风小跳爪，那不上必杀。这又没有晕值，他还想再打一套。升龙吃满，顶住了，哎，顶住了。一丢丢剩个空血，骗个升龙，战必抓，哎，再骗，哎，我操，头真铁，一骗就有啊。这大门啊，不，这大猪，这大猪剩一个空血，这局又是大门内战，又是大门内战，对吧？空中二连击啊，不让落地，看看这局大门啊，两个人差不多的啊，何池这边少了一颗气，拼拳脚了。拼拳脚，这距离太远了，拦不上。
呀，暴气了，陶小爱也暴气，拼占地了啊！看谁踢得准，看谁脑袋硬啊！陶小爱要抓了，要抓了啊！好抓，二段天地反，哎呀哎呀，我操！我只是跑大了嘛，啊，还是怎么着？不知道，反正就送到人脸上了。啊，早知道你自己过来吃，我就不过去了。气急败坏，把云带走。他不想给陶小鸭攒气，你知道吗？想用波带走。他要葵花的话肯定要打满三段啊，这样陶小鸭百分百出气了，这样大猪就有两颗。抢抓没抢赢，先上个必杀、啊、这局不扯犊子了是吧，抓到就八字女、啊、百合折勾回来，这得接币，不接了又哎呀，穿个三啊，挽回一下局面。你看是不是两分一个疗程？合池二比零，然后陶小鸭二比二，合池四比二啊，陶小鸭四比四。这局按道理来说啊，合池要开启幸福的两连胜了，对不对？没气，大门出不去，打晕了。这会儿河池八神猛起来了，慢血抓一下，关角落。哎哎哎，开始哐哐原地跳了啊！下盘没逃到，又是啊，挥空之后的小葵花打到乱动。闪一下再逃，两边血量差不多，何时多一点，看看拿下很重要，就看二发人物了，谁的扛揍一点啊。一个气先刚掉，抢空延迟抓掏出来打一套，这仙鹤晕了，这仙鹤也不扛揍啊，这八神血越打越多了是不是？不让穿三啊，过后反摇地，他还想反三，这个难度有点大是吧，有大猪何时这边将近两个气啊，先用一颗、啊、这转出来还不撒手，还不撒手啊，卖血战 C 三 C 天地反八个阵没阵着、哎、没了，期待下一局，说好两分一个疗程，目前很焦灼啊，比分五比五，好抓，回步连，哎呀，哎呀，陶小鸭被骗可气，陶小鸭这气都是让人家骗走，所以他老留着。抢抓，两个人换位置啊，何时追上来堵了一个三段啊，这些关板边压制，看看能不能直接带走，因为有一颗气抓到就可以带走来了，哎，让人家带走了，不错啊，看看这局千鹤啊扛不扛揍，哎，这局八神没气啊，陶小鸭把那颗气用掉了。
好好抓失误了，穿了个升龙，想出来掏一下再吃升龙。那么这里他们两个打其实很好看的。但得焦灼一点，你不焦灼就不好看。他出了个远 C 啊，这大猪先把气攒出来一颗，然后再走。对，是这么个理儿，要不然大门上来多难受。这个战 C 收招打得漂亮啊，还有一颗气啊，看看能不能把握住。能量闪，三 C 相杀，摘星手结阵带走。这局河池大门三气啊，血还多，桃小鸭这边将近一颗气。先踩头拦一下，优势巨大，这局应该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我告诉你啊，应该谁能赢。你看还好我刚刚没先说啊，是不是，这要不然你看，所以说你说话得慢一点再慢一点，总不会出问题的。我是没想到，晕了，他的心态崩了，桃小鸭首次领先。这局千鹤没有气啊，直接蹦豆，就是往板边去推，去压制，跳入成功，这套三连挺舒服，继续再刚。哎，操，这两套啊！八神差点就入土了，维安。还升龙吗？不升了，不升龙了，空房抓下来，上个必杀。残血对残血，发波走一走，发波走一走，升龙。行，八神攒个气再走是吧，要能把大门兜里这一颗给掏走啊，这八神就完成任务了。哎呀，超额完成指标啊。那这大门不完犊子了吗，兜里啥也没有啊，一穷二白，全靠一双铁腿啊，踢大铁球。螳臂挡车难度极大，这打大猪得有气呀，你打大猪没气多难受，是不是，看看能不能见眼大门，对吧。哎，判定给大门了，还没震着，现在轮到桃小鸭领先两分了，而且是一波三连胜。推一下，延迟一下跑抓，看这边八神又要晕了个嘚儿，个嘚儿的了，晕了。两颗气的八神打千鹤，千鹤没有气啊，那八神死得太快，啥也没留下。是吧，
不这这这这这。哎哎哎，我擦，松摇杆了，他失误了啊。真给机会，真给机会。没事，下一场可以打包王出口气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. 八神，大门打八神还是猛啊！这局气多啊，还有一颗。好，拿下。对对对，打两场主力，奖励一个包王。这局大门还行啊，一颗半将近两颗的气，对吧？可以稳着点打，大猪不敢压得那么深，知道吧？你没有气跟有气，对面的打法也不一样。大猪这边就得多用一些安全招。该用了吧，这气该用了，再不用，对吧？再不用。哎，挥空然后去跑抓啊，这波防住之后反手一个蓝之山捡完出一颗气。哎，别说啊，这大猪不是大门没怎么掉血，有机会了。要反三吗？嗯，反三有没有？把黄裤子都换上，这不反个三，不反个三必须换裤子。两颗气了，直接天地反，后后后后 CD 取消阵，拿下，这局肯定拿下了，我说的啊。你看他也不哆嗦阵了，直接上去了，老也阵不着，让人家反阵，续命成功啊！看一下这局，好小丫的八神啊！能否依旧啊，保持这个连续打晕和持八神的这个，有机会打晕了。这套下去还一个重攻击差不多了，他这直接跳抓还是反抢了一个，再抢空。哎，这不是老 K 的招吗？跳 CD 挥空想掏下盘啊，这没让落地直接给抓走了。那是啊，7比6跟8比5那差多了，8比5就可以收摊了，7比6那就是五五开。哎呀，吃饱了，哐哐抓，再来一套，没有气，哎，打不死，无敌波，何池再次拥有了反三的机会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天地反变举手投降啊！好小丫的八只女变成了一段大葵花，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？全是才艺啊！看看这局大猪，三 C。追脚前跳，又是三 C 来一套，不好说啊，目前的局面很不明朗，很不明朗。大猪把气攒齐然后就走吧，三颗气，两边都是三气啊，桃霞多一个蓝之山的血量，对吧？同时啊，都暴气，可是追上来吃两脚啊，要加招，
进角落，攻防低头后跳，什么玩意儿，麦雪抓失误了啊，给了一整套升龙。看看这局八神啊，河池这边猛攻一下，搬到角落，这个前跳，这个前跳，葬送了自己的优势，下盘打晕了，不让死先打晕。不，你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其实陶小鸭也很厉害呢，是不是？啊？看这波，下盘两点，哎呀，我操！摁错钮了吧？啊？这招我熟呀，我老出。带走了，是不是？趁下盘两点封印，这招我熟，摁错钮了。就出这个啊，来，何池再一次拥有反三的机会啊，慢血抓，哎，先反摇臂躲一下，第二波这个出波了，这几局大门打大猪打得很厉害的啊，是不是？这大猪连续三局都输给大门了，看看这局，换个血，哎呀，那走吧，这局延迟抓一次两次，切不住了。四个赛点还看八神，他八神打不赢的话，他的机会太渺茫。陶小鸭的八神也很凶的，哎，这局应该差不多了啊，不往前跳了好不好，可是八神多少局没见过大猪了啊，挺长时间了，好像五比四开始就没见过了，这八神一直处于一个挨打的状态，状态非常好，这局大猪气多啊，可以刚一刚，看千鹤怎么骗，看千鹤怎么骗。大猪打千鹤，千鹤打大猪，就是骗 CD， 骗他。大半血已经没有了，哎，没了。大门只有一颗气，感觉他这会儿啊，下盘，哎呀，还刚空了，他是想刚倒地去压制的，结果没倒。大门没有气，被千鹤关在这个位置。对吧，千鹤只要不嘚喝的往前冲，哎，基本上问题不大。能见眼大门吗？没气了。闪，抓到了。没有气，没有血啊，这局大门。这局大门我都想象不到，这黄大门怎么可以输，根本就没有输的方式。先来一个天地反，假阵里头取消，蓝之山就没取消出来。
当面致敬。对吧，直接大葵花往回推，而且要把神要晕了，晕值还在，再来两下晕了。假阵之后要衔接指令干扰，然后再摇里头，不然的话大概率下跪的。呀呀，站起来了啊！Round three, ready go。三 C 摘星手。哟，这延迟抓距离也太远了。哎呀，上彩叶啊！桃血鸭大门气快攒满了，对不对？攒满了，好抓。阿神在那蹲着干什么呢？Round four, ready go。刚一下关到角落，看看这一波还得刚，这里头取消过来，没抢到，刚开始那一波没压住，那就没了。还是得看八神，还是得看八神。抢空跳 C 抓，这要走鬼步五连，走鬼步五连可以直接打晕，但是没成。赛点不胜难，他俩都是赛点不胜难。然后这 S 局的时候就有意思了啊，是不是？对吧？上一局大猪走得太快啊，看看这局多少扛两下啊。直接跑抓，又是大葵花啊，推到角落，点太高了，卖血再抓一下，八神还有一锤抢攻发波，再抢小跳抓，判定给八神。这局八神就一口血，一个天地反，看看能打多少输出啊。这一直 A 等他跳，然后出三 C 呢啊。哎，没有，那这一套下去啊，就等 S 局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可以看一下 S 局了。情况很不明朗，就是这几局合池的八神都赢了呀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就看谁八神赢，谁八神赢谁打到大门，这二发角色谁也顶不住，是吗？得八神者得天下，赛点哎，送货上门，先下一波死守。把血量拉平，然后他再一个送货上门，非常好。这局啊，八神的血少一点啊，少一点。看大猪，看大猪这边顶不住的话，那基本就没了，对吧？先来一个摇摇乐，起身直接小葵花关角落来了。追一个跳抓卖血，他这小葵花直接送上门，
他俩的二发角色终于碰面了。不过大猪没有气啊，千鹤的机会很大，关键时候来。哎，这下扣送上门，这千鹤还敢扣啊，胆子不小啊。哎哇擦，还扣。大猪可以蹦豆，然后攒气，然后再蹦豆，是吧？这大猪关键时刻来劲了，打了两个，是吧？看一下两气的大门，面对半血的大猪，大猪的任务啊，砸三拳以上，是吧？最好带走，那肯定是这么想的。不带走也砸他两锤，或者你要他客气也行啊，是不是？要一颗。S 战啊，看一下这边大门两气，两个人都是两气啊，对吧？血量也差不多啊，开整，全是拳脚。抢空，再给蹬回去，两个人血量差不多，再抢空，合持送货上门，倔倔，死了，门判了。